不可能、啊、这只高狼犬目前养了已经有11个月时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肩高有多高啊！一二三，来！11个月时间，它已经成长成巨型狼犬，我给咱们网友的承诺也已经达到了。它目前肩高已经有80公分，但是体重方面并没有达标，原因就是这只狗非常挑食，但是经过几天的打针处理之后，它挑食的毛病已经彻底解决了，体重也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度的成长。养巨型猛犬的乐趣就是这样啊，这只狗再过几个月等性格起性之后，战斗力会非常彪悍，会真正的成长成巨型斗犬。过段时间等巨型比特犬长大之后，咱们就用高狼犬或者中亚牧羊犬 PK 巨型比特犬，看看究竟谁是真正的斗犬之王。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咱们频道。